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姑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玩那个什么，第一次玩那个第五人格，对，第五人格，完全不知道跟什么。嘿，镜子诶，这是镜子吗？这镜子里面没有我，呵呵。哇塞，他在破旧的东西耶，是丛林宅。诶，跟随脚印，可是我完全诶，有脚印诶，脚印在这边，这边，我们是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干嘛。点亮蜡，点亮，点亮，更简单。跟随脚印点亮其他的那个蜡烛。为什么要点亮蜡烛？为什么点不到蜡烛啊？算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点亮这个蜡烛，不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以点亮这个蜡烛啊。奇怪，算了。诶，脚印呢？脚印应该我在这边点亮啊。莫名其妙，真是的。哦，这个，你认得这副狗皮是？然后继续点亮蜡烛，这个游戏就是叫我们点蜡烛，蜡烛，又要点这个蜡烛。还没有灯哦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别人家的。很有逻辑，这纸飞机刚好来在这边。继续找脚印，脚印。这是什么诶？是这个吗？我找他的名字，这不是他的名字吗？哦，什么鬼？This is what I can deduce from my initial analysis. The paper used might actually contain some information. You might find other clues. This looks like a page from a diary. Interesting. 不是你很读那内容，你没有说过。你这什么鬼玩意儿？怎么这个是啥小玩意儿？幽灵吗？应该是幽灵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故事。观察身后，这啥写哦？OK，跟踪他。我们是跟踪狂啊！然后我，哎，他是掉下去了吗？啊，找到海了。幽灵啊！他竟然不怕幽灵。OK，被附身了。很有逻辑。第五人格真的超有逻辑啊！
小丑是虐怪狂啊！你快跑！我要跑去哪里？终于走进关了！不知道我要跑去哪里。什么鬼？哎，所以第五人格是啥？是 OK， 是、啊。哎，问题是我不会跑。那小鬼，这小丑很快，我想都到江湾。为什么我出不去？超有逻辑的啦！可以直接让他杀死我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跑去哪里。因为我觉得你要死啊，因为你根本逃不出去，哈哈哈。到底要怎样出去？逃出地下室躲，这样躲，我不会不会玩。他跑去哪里？嗯，别来啊，来上次我怕你啊，你只是一个小丑罢了。我觉得我以后会更加怕小丑。取消？做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做什么，做什么，做什么。肯定会死。嗯，有什么？小丑哎，小丑在那边。我的妈呀！这什么呀？不可以进去。啊，没办法，只可以跟那个小丑拼。把头去地下室。你要怎样啊？按键也错，怎样？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密码机，我最不会玩这种游戏。重点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种地方？那小丑不热咩？就算找到了，我也不会破啊。求生者的游戏什么鬼？可以通过天线寻找密码机，我还是没有听懂的说，按键破解密码机。
Museum.原来按就可以破解密码机啊！嗯，超有逻辑的啦。这下线，开启到，哎，跟着他的脚，他应该是经验蛮充足的人吧？还是跟着脚印好？哎，我根本不知道密码。哎，还是找就好。 我的朋友很可怜，可是没办法。咦，到最后还是被他杀掉啊！哎，那我排干嘛？猪还不要去追我？嗯，不怪。我没有兴趣。 然后嘞，跟着脚印继续走。重要线索。嗯，继续走，跟着脚印。 就数量从中少了，一夜的日记如同大海捞针，但我从未见过如此古怪诡异之事。但这些字迹，毁灭了。 解密码。OK， 整理在这边。这边。 用这个，然后。 我们是不是走错？嗯，还好。
N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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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 电话就这样。可以换衣服，不行。跟着脚印。就是轮到医生，哎，不是，是护士。僵尸莲花。感觉有点，引雾的画面，对，青蛙样。都在红色那边哦，看到。OK， 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所有人都会破解密码，超有逻辑的啦。连护士也会哦，护士没有做，护士有做吗？护士不会啊，可以，看连护士都会破解密码，真是超有逻辑的啦。不要毒下我啊！我是一个女生OK。我不知道跟着脚印吗？怎么会跟着他们呢？谁还没有破解完呢？我还没破解完呢。就感觉他们的眼睛好像是那个纽扣。你应该不会这样睡了啦，应该不会这样睡，我猜的，应该。不要啊！现在一点点爆了。OK， 可以啊。然后现在那个脚印在哪里？在这边吗？有没有脚印？对，在这边。我靠！吓死我！
这样紧张，很好，吓死我！哎，我没有回头看的话，搞不好我会死掉。应该会死掉，如果没回头，没有回头看的话。哇，这个很像僵尸耶，就比较正常一点，这蛮美啊，这个衣服。那走路可以再慢一点。我现在操控他，击倒他。OK。就是这个人害到我，被吓到。喂，快点去追啊！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莫名其妙死掉。你们这两个人抛下我走掉，抛下我的后果。来，姐姐带你飞出去哟，免费的火箭呢，应该很好玩，可可。诶，然后诶，他不是死掉了吗？果然反派比较好当。这是什么诶？我是坏人，果然坏人比较好当。然后脚步你在哪里 ？OK， 没有脚步了。这好像，黑小。有人陪我解密码了啊！你可以走快点吗？你我知道你太胖了啦。你是风，可恶，艰难的。
OK，很多人都破茧了呐！可恶！你们在哪里？我发现坏人其实也蛮难当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这个不是我吗？这个好像是 sense。要杀掉你哟！阿干，这个人可以跑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？可恶！在那边的飞机哦。烦呢、欸！啊，干！这边可以爬，这边可以爬，都这游戏真难操控啊！哎，不要啊！你这是设计。